给延边。继续猜呀。炒到滋滋冒油的肉串，新出锅的清淡素面，肥香软糯的大肘子，再搭配上鲜榨果汁，高雄市这边有很多这样烟火气满满的小摊。而在这一切的尽头，是祭拜关二爷的文衡圣地庙，对关公的崇拜古已有之，甚至会出现黑白两道，同时将关公视作守护神的盛况。帮派分子们大声讨论着砍人时自己的勇武和同伴的怯懦，似乎自己永远是那个刮骨疗毒和威震华夏的关二爷，却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败走麦城的一天。义气和热血于他们而言只存在口中，实则已经在商量黑吃黑干掉同伴。此时天降正义，一名杀手从黑暗中出现，以鬼魅般的姿态接连出刀，刚才还吹牛的几人连呼救声都没有就已经咽气。做完这一切的男人大步迈出关帝庙，阖家平安万事如意的字眼似乎和他无关，没有在街边小摊上驻足，提着包径直走进一家高档酒店。男人叫阿龙，是道上久负盛名的杀手，洗完手就像无事发生一样包起小笼包。而在社团大哥的安排下，阿龙连夜赶往东京执行另一个任务。这里的繁华更动人心魄，街边的风俗店的女孩也更诱人，只是阿龙目不斜视，死死盯着照片上的人。作为专业杀手，他只需要考虑时间、地点和目标。趁夜来到一处民房，从后门进去，穿过杂乱的化妆间，隔壁就是夜店。女郎们放肆展示着年轻的肉体，男人们毫不遮掩地大饱眼福。人群中那个黄毛就是阿龙的目标。此时黄毛显然没察觉死神已经降临，阿龙一刀戳出，却发现根本扎不进去，而且身边已经围过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阿龙被套着头当场带走，渐渐感受不到夜店的喧嚣，整个人被捆好装进麻袋。我是わざわざ台湾から来た。お前をやれに。行刺失败是因为有内鬼出卖，阿龙的护照被烧掉，还白白挨了一顿打。黑帮大哥以为就此能平安无事，没想到被他的司机捅了一刀，而司机口中不断喃喃自语，说着什么把我的女人还给我。众人不解其意，阿龙则趁乱滚下山，消失在无边夜色。捅了大哥一刀的司机也掉头逃跑，只听背后响枪，却根本不敢回头。在停下时已经和阿龙脸对脸，司机已经背后中枪，临死前将匕首放在阿龙手中，而尚未搞清楚情况的阿龙只能选择逃走，保住命才有机会报仇。滂沱大雨中，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没有太多选择，四周都是搜寻他的社团人士，唯一选择就是钻进货车厢躲着，祈求运气好倒不会被发现。还好黑帮的检查没那么严格，阿龙成功闯过层层关卡。天再亮起时，阿龙在一处年久失修的民房停下，看样子这里人烟稀少，应该不会有追兵。之所以这里如此荒凉，屋子里半人半鬼的瘾君子们已经说明一切，有些人还没凉透，苍蝇就已经爬满。阿龙也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路旁，他是被一个小男孩叫醒的，男孩名叫君君，递给阿龙一瓶水，等阿龙接受善意便转身跑开。过了一会儿，君君又拿来一堆消毒水和纱布，等阿龙收拾妥当又给他抱来几件衣服，这些应该是妈妈的衣服，阿龙的健硕身材穿不上，只好枕着衣服又沉沉睡去。再醒来时，君君扔下大葱和茄子就急匆匆跑开。阿龙明白孩子的心思，他也实在不想拎着一堆菜逃命，在周围转了转，感觉这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人烟，从地上捡起人家不要的炊具，找了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屋子，打算就在这里收拾收拾住下，水龙头里还能流出干净的水，洗了洗脸上的血污，顺便把锅和勺子洗干净，窗台上的调味品应该还没过期。阿龙出去拿孩子给他的菜，君君也跟了进来，盯着阿龙用小刀处理茄子，还是一句话不说。屋子里大概是不通电，阿龙就在门外架起火煮饭，问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君君也不答话，就是愣愣地看着阿龙。作为报答，
煮好的饭先给君君盛了一碗，而阿龙的手艺也确实没辜负君君一番苦心。好好吃啊！你会讲国语？我妈妈是台湾的。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老乡。这时君君被一个女人叫走，她给了君君一笔钱，好像是让他去买些什么东西。阿龙没有多事，只是一路默默跟着。从君君拿着钱穿过小巷，从停车场的男人手上买到后，随后便回了乱糟糟的家。女人看到君君就像看到救星，颤抖着手打开盒子，却被跟来的阿龙夺走。我妈妈要这个就会死掉的，有我们这个人那就废了。阿龙狠狠给了女人一耳光，他知道这是毒品，现在身边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用冰水让她冷静下来。锅里的饭还在煮，见孩子怯生生站在一旁，阿龙盛出第一碗还是递给君君，可君君却一把打翻，再盛一碗递过去，这次君君没拒绝，还端着碗回家。他要让染上毒瘾的妈妈吃饭，可女人大声叫喊着给自己解开绳子。女人名叫丽丽，在阿龙的印象里见过很多这种女孩，她们无一例外不是被毒品控制人生，有误入歧途的，有自甘堕落的。阿龙现在没有办法，夜深人静时溜到街上，见一辆打着双闪的车窗户没关，悄悄从车里拿出手机打回家。呀，阿龙了，干啥呀？喂，听到阿龙在日本，可护照又丢了。女人说30号那天会有偷渡船在横滨港口，但是必须要跑路费30万，否则免谈。没钱的阿龙只能挂断电话，继续回到残破的小屋煮饭吃。大雨不能阻挡他做饭的热情，今天君君没来，所以第一碗饭就自己先吃。刚放下碗，饭香味就引来一位大伯，香味让他顾不得礼节，端起碗就喝，瞬间感觉阿龙就是煮饭仙人。随后硬是拉着阿龙到自己家做饭，大概会做饭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阿龙的手艺让这位日本大伯赞不绝口。邻居们尝过以后发现阿龙果然天赋异禀，热情邀请他晚上去家庭聚会上帮忙，油炸肉排，手打牛肉丸，秘制小馄饨。阿龙的手艺已经征服所有邻居，大哥大姐大叔大婶无不交口称赞，根本停不下筷子。美食与语言无关，只要饭菜质量够硬，总会有顾客的。得知阿龙现在还在废弃的屋子里住，好心的邻居们没往杀手那方面想，都觉得他一定是有苦衷。既然吃了阿龙的饭，当然要帮忙帮到底，不但答应会帮他把屋子通电，还承诺提供新鲜的肉食和蔬菜，帮他开起来属于自己的小吃摊。过去杀人不眨眼的阿龙，现在已经成为邻居口中会做饭的可爱小龙。这样的热情让阿龙一时有些无力招架，可内心好像有种很坚硬的东西在慢慢化开。少ないんだけど、今日のお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光做一顿饭哪够？邻居们都邀请小龙，有机会也去自己家做饭。就这样，小龙用板车拉着邻居们的善意回了家。另一边，丽丽似乎已经戒毒成功，愿意耐心吃饭。君君一口一口的喂，他就一口一口的吃。阿龙此刻有些拿不准主意，再有几天就到30号了，可总共就剩这么几张钱，什么都不够的。可也许他已经不用费心考虑回去了。天一亮，邻居们就带着各样工具冲到家里，大哥大叔帮忙修整屋子，大妈大姐就收拾旁边的垃圾，每个人都想小龙厨师能生活得更好。还不到中午，邻居们又带着肉和海鲜过来，炊具和调料也没落下，甚至还有衣服和鞋子。为了感谢大家，阿龙再一次展示厨艺，炖了牛肉，擀了面条，邻居们吃了都说好，竟然收拾出一辆小车，专门用来让阿龙卖牛肉面。那过来，要到的不是都不能走了。啊，公共便利店要过道。大马路上不让摆，车站又太偏僻，邻居们决定明天去和寺里的方丈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小摊摆在庙门口。阿龙有些懵，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干，只是做了一顿饭，竟然能收获如此多的善意。阿龙的牛肉面摊终于开张，老老少少都被中华美食征服，年纪大的忙着吃面没空说话，小年轻们还是吃饭前先打卡。君君懂事的帮阿龙洗刷碗筷，看到小龙厨师生意这么红火，邻居们倍感欣慰，考虑着要再帮阿龙宣传宣传。而最爱张罗的小哥甚至叫来一帮好友，穿着同款衣服跳舞，吸引客人，一切都在好起来。阿龙每次收摊时
君君都在后面懂事的帮忙推车，一大一小，一快一慢，生活就这样平静温柔。走到半路累了，就坐在河边吃冰棍。现在的丽丽已经基本恢复健康，吃饭时不再需要君君帮忙，可她偶尔还是会想起过去那些不堪。彼时的丽丽初到日本，靠出卖肉体为生，就是那老头嘛，快被他给烦死了，秃头对不对，这老妈妈桑拿着信封过来给女孩们发工资，可唯独司机却没有，理由就是前几天把车撞了，要扣掉工资抵债。好心的丽丽在所有人都走后抽出自己的钱递过去，可司机要强的塞回去，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心里却不再一样。天亮后，司机大着胆子跟过来，结结巴巴对丽丽表示感谢，而丽丽大方的请司机吃中餐。富贵虾仁、清炒虾仁、羊包、片豆腐、芝麻球。其实两个人语言不通，只能听懂对方说的一些很简单的词，再深奥的内容就要靠动作比划。丽丽说自己想成为芭蕾舞者，司机就在午夜街头拥吻为她加油，两颗孤独的心就这样靠在一起，也终于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她甚至不明白高雄市是一个地名，还以为是哪个欺负丽丽的人想过去打一顿帮丽丽出气。Kenji 包哥哥。从此两人就像正常情侣那样，会在阳光下约会，会在午夜的喧嚣后紧紧相拥。司机开始挑选精致的项链，丽丽却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在这种地方爱是没用的，司机被打到吐血，丽丽也被强行掳走，碰了店里的女人没有好下场，眼睁睁看着丽丽被带走却无计可施。而丽丽终于无法忍受，在某个夜晚偷偷逃了出来，无家可归的她在东京更是举目无亲，只能在街头狂奔，腹中的胎儿更是让她疼痛难忍。为了吃喝，丽丽不得不重操旧业，就算外面还躺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孩，丽丽也只能满面娇羞跪坐在榻榻米上。为了生活，她每天都要和不同的男人过夜，本以为生活已经够糟烂了，可这天却发现光头给她注射了药物。从此以后，染上瘾的丽丽就被光头控制，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拒绝和厌恶变成期待乃至渴望，到后来甚至见不到光头就像发疯一样，满心期待下一个进来的客人是光头，而光头却好像失踪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药瘾发作的丽丽拿出手机疯狂打电话，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光头，实在没办法，随便套上一件外套跌跌撞撞冲出小巷，把钱递过去，这才换来她想要的。等丽丽回去才发现可怜的孩子正在走廊哭闹，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孩子的哭声更让她厌烦，想来那样的日子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的丽丽有阿龙帮助，戒掉药瘾，君君也已经长大，生活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另一边，阿龙收拾着邻居们送来的衣物，看样子都挺合身的，他要做出更好吃的牛肉面回报大家。可墙上的日历显示距离30号越来越近了，再次出摊的阿龙依旧收获大批顾客，再加上有邻居们疯狂揽客，阿姨们简直要迷上这位远道而来的小龙厨师。それにしてもよく働くね。感心するよ。君君干活很卖力，就算累到满头大汗都不肯停下，如此努力的一大一小怎能不叫人喜欢。可阿龙心中隐隐有种担忧，好像会有大事发生。这天摊上来了个不速之客。请问这里是不是卖杀手牛肉面的？这不就是当初刺杀失败的黄毛吗？阿龙握紧了刀，随时准备发起攻击。还好刚才的一切都是做梦，阿龙担心的事并没发生，最后一天的摆摊生涯也顺利结束，没有杀手，没有黄毛，没有社团大哥，甚至晚上还能和大伙儿一起在台下看戏。邻居们报名参加了戏剧比赛，虽然不懂他们到底在演什么，可阿龙觉得大家都挺认真。表演结束后，邻居们拿了3等奖，商量着明年让阿龙也一起参演，说不定能排练个蜘蛛侠什么的，毕竟阿龙的身手那么好，3等奖的奖励是几张旅游票。大家决定让小龙和丽丽带着君君出去玩，阿龙依旧面无表情。天亮后就是30号了，可他攒的钱还不够30万，坐不了船，只能先出去转转。一路上君君兴致都很高，拿着相机到处拍，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老家很不一样，阿龙也看不懂，可他觉得此刻的丽丽特别有吸引，做泥塑的三人特别用心，有着一家三口的既视感，男女有别，
阿龙带着君君享受温泉，直到泡够了才想起换衣服交给丽丽。简简单单吃顿午饭，阿龙并不多话，丽丽也没开口，只有君君看着眼前的俩人不住发笑。下午没再出去玩，阿龙陪着丽丽打球。得分耶！快恭喜我。阿龙杀人时那么干净利落，现在却搞不定小小的乒乓球，君君的脸都要笑开花。天色更晚了，阿龙累到睡着，丽丽和君君却在门口听着他的呼噜声偷笑。难得的亲子时光显得如此珍贵，而旅行回来的阿龙给每个邻居都准备有礼物，尽管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可大家都很感谢可爱的小龙厨师，对君君还是那么热情。只是染过毒瘾的丽丽始终得不到认可，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陪笑。阿龙为邻居们做好饭后送丽丽母子二人回家，长时间的相处下来，两人心中已然暗生情愫。明姐，晚安。晚安，好好休息。阿龙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可丽丽怎么都睡不着，看着白天三人一起做的杯子，如果阿龙能搬过来住，是不是就有一个完整的家。于是这一天摆完摊正收东西时，丽丽主动找过来，看似是来接君君，实际上是帮阿龙推车，多一些接触机会。回家的路上看到棒球场里同龄的孩子们都在自由玩耍，君君露出羡慕的神色。阿龙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放下小车去球场里找教练，商量能不能让孩子和大家一起玩。一大一小相处如此和谐，丽丽忍不住傻笑。教练给君君安排了扔球的位置，让他熟悉棒球，而阿龙也在有空时和君君一起玩。打中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既是陪着君君，也是陪着丽丽，或者说丽丽君君也在温暖着阿龙。经过阿龙培训的君君在比赛上大杀四方，邻居们疯狂给君君加油。虽然还是疏远丽丽，可阿龙也懂事地站在更远处，避免丽丽尴尬。君君竟然真能打完整场比赛，连阿龙都忍不住欢呼。回去的路和往常一样，可阿龙总觉得有哪里不一样，他和丽丽相处得越发默契，甚至再次出摊时都会三人一起。丽丽会故意坐在小车上捉弄阿龙。你们在推啊？有啊。你用力啊，那重啊。一家三口就这么打打闹闹，如果没有外人干扰的话，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阿龙也不必再想着攒钱回去的事。可就在这天，丽丽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就是当初给她注射的光头，瞬间脸色暗了下来。他怕看到光头，更怕因为光头的出现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希望君君和阿龙知道过去的事，于是选择悄悄留下，目送一大一小离开。君，妈妈有东西忘记拿了，你们先过去。君君懂事地挥手告别，丽丽跑了很远才绕路回家，而光头已经不怀好意地找上门，畏手畏脚的丽丽整个人几乎都要缩成一团。丽丽，光头告诉丽丽他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随后便砸碎三人一起做好的杯子，就像砸碎了丽丽好不容易才拼凑完整的心。阿龙和君君还在努力卖牛肉面，却没想到家中的丽丽已然遭难。光头这种人渣不能容忍有人比他幸福，更不能容忍一个曾经被他控制的人比他幸福，甚至还告诉丽丽他会用各种手段料理阿龙和君君，以此要挟丽丽回到自己身边再被控制。不知阿龙真实身份，丽丽只能选择妥协，放弃一切反抗，呆呆地看向窗外。注射过的针管已经被扔到一旁，丽丽甚至无心抱怨老天不公，如果老天有眼，为何不劈死这些坏人。更可恨的是，光头竟然还敢到面摊挑衅。此时丽丽正趴在地上收拾杯子残片，试图拼凑出原本的形状，可破镜怎能重圆，终究徒劳无功。丽丽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无力感几乎让她窒息，再也没有任何反抗命运的想法。吃完面的光头扔下钱，随后便打了个电话摇人，准备叫他认识的那些社团人士收拾阿龙。当阿龙和君君回家时，丽丽已经没了呼吸。阿龙似乎已经明白什么，门外传来吵闹声，是光头带人在拆他的小推车。混混们对邻居拳打脚踢，完全没有把人当人。阿龙的噩梦似乎已经应验，而除了这几个混混，还有更多的黑道向自己走来。邻居们全都被吓到不敢出声，阿龙知道是时候了，
脱下帽子盖在君君头上，很久没有出鞘的小刀再次出现，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渣全送去见上帝。也许在法庭上，这些人罪不至死，甚至还会有律师用所谓的人权为他们做辩护。可那些被他们毁掉整个人生的人，甚至已经失去生命的人，又会有谁为那些可怜人辩护呢？原谅他们是不需要的，阿龙会亲自送他们去见上帝，一步一刀，一刀一命，以牙还牙，血债血偿。曾经要暗杀的黄毛成为阿龙的人肉盾牌，冲过去一刀封喉，终于解决所有麻烦。邻居们不敢相信眼前的煞神竟然是相处很久的小龙厨师。待事情稍稍平息，所有人都默默看着君君和那些碎片，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大伯好心告诉阿龙应该快点离开。再后来，阿龙终于又回到高雄，还在杀手这行混，社团老大又给他一个新任务，今晚8点叠星饭店505号房。阿龙接了任务，他是杀手，只能靠这个吃饭。可转头竟然看见对面街道上出现几个熟悉的身影，是当初的邻居们，还有君君，他们到高雄找自己了。而邻居们也已经看到阿龙，兴奋地挥手打招呼。在大家心里，阿龙就是阿龙，就是厨艺超棒，还会做牛肉面的可爱的小龙厨师。不顾马路上的湍急车流，大哥大叔大姐大妈们不断鞠躬道歉，却用身体拦下每一辆车，终于给君君凭空造出一条通道。阿龙见状快步跑过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蹲下身紧紧抱着君君，埋怨他不该随便乱跑，埋怨大家不该随便乱跑。所有人都哭成一团，尽管可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可千言万语都已汇成两行热泪。后来君君成为阿龙的儿子，和所有父亲一样，每天都严厉地告诉君君上学不许迟到，而君君每次都乖乖听话，然后把一张照片整整齐齐摆好才会出门。那段回忆是他的唯一，也是阿龙的唯一。龙先生是张震难得不用为打戏提前准备的电影，所有暴力情节只用4小时就拍完。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2项提名，而张震也在电影节对饰演莉莉的姚以缇道歉，毕竟那一巴掌是真打。也许是人设限制，作为男主角的他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这一点与女主角正好相反。姚以缇的哭戏、笑戏乃至面无表情戏都极其丰富，而张震必须在不到20句的台词里，用近乎面瘫的表情，通过不起眼的细节传达紧张、无奈、愤怒等情绪，着实够为难的。说起黑帮片，打打杀杀的名场面总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在枪声和鲜血里，他们的脸可能还未被记住就已经倒下。日本却拍了这样一部黑帮片，他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深度绑定，说是黑帮片，却更像是一部史诗感拉满的纪录片。黑帮可以消亡，但是道义应该永存。1999年，贤治的父亲因为贩卖白粉被杀害，警局的李警长也来到殡仪馆，他走到染着一头金发的贤治面前。健保，お前これからどうすんだよ。お前は父親みたいになんじゃねえぞ。贤治出了殡仪馆，兄弟细野和大元已经在门口等他。贤治自小母亲离世，现在唯一的父亲也没了，哥俩本来还想好好安慰一下他，但贤治却表现得很冷漠。父亲天天混迹黑道，对贤治的关心向来极少，父子感情早已淡薄如水。贤治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一溜烟就跑了。兄弟们赶紧追上去，谁知没一会儿，三人就在街上撞破了一桩面粉交易。没有一丝犹豫，对面粉深恶痛绝的贤治冲了上去，他扬称自己想买面粉。车里的男人拿过手边的黑包开始翻找，贤治却突然翻脸。兄弟三人拿着皮包扬长而去，他们来到了一处码头，确定已经甩开了男人之后，他们开始查看抢来的黑包，皮包里有厚厚的一沓现金和一包面粉。贤治不愿理会，叫上他们一起去黄妈排档吃顿好的。黄妈是个苦命的女人，老公木村曾是黑道柴孝手下的二当家，谁知却不幸被柴孝的死对头加藤暗杀，只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里的孩子小一。心疼他们孤儿寡母生活不易，柴孝常常带着小弟们过来照顾他的生意。这天晚上，柴孝一伙人和贤治三人前后脚到了排档，这时大门突然被一群拿着钢管的男人们推开，为首的男人笔直朝着柴孝奔了过去，两拨人顿时打得不可开交，排档也被砸得七零八落。被吓坏的黄妈带着小易躲到了柴孝的身后，
突然，对方掏出了一把手枪，对准柴笑。是什么你？오미야라글쎄인데요两拨人都被突然出手的贤治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大元和细野也被吓坏了，拖着贤治就跑远了。很快，柴笑就把贤治的底细都扒了出来。为了感谢他救了自己，柴笑让二当家中村找到贤治，把他带来了社团。柴笑知道贤治早早辍了学，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于是邀请他加入黑道，跟着自己。柴笑告诉贤治，他们虽然是黑道，但却有自己的底线，面粉更是他们绝对不会碰的东西。但是贤治的态度却依然坚决，柴笑没有再强迫他，他给了贤治一张名片，让他有需要随时联系自己。贤治转身离开，谁知刚走到街上，细野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贤治被突然出现的小黑们紧紧追着，他努力想要突出重围，带着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转圈圈，结果却不慎被一辆突然杀出来的汽车撞上。贤治挣扎着爬起来，没跑多远就被一个小黑一棍子打晕带走了。等他从昏睡中醒过来时，自己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身边是和他同病相怜的两个兄弟，这次追堵他们的正是加藤。之前他们在路上抢的面粉正是加藤的货，加藤逼问三人说出那袋面粉的下落，眼见撬不开贤治的嘴，加藤让手下穿山开始掰折细野的手指，细野扛不住这钻心的疼，承认面粉已经被扔进海里。三人被塞上货车带去了港口，上船前穿山让小弟把他们身上的钱包和手机都扣下来，以免有什么不必要的麻烦。谁知他们竟在贤治身上翻出了那张柴笑的名片，穿山第一时间拿去给了加藤。自从木村死后，两人再没起过正面冲突。如果贤治真的是柴笑的人，那就无异于是柴笑在向加藤宣战。不想连累柴笑，贤治立刻站出来表态。加藤给柴笑打去电话，柴笑答应赔给他一大笔钱，三人总算是被安全的放了回来。中村再次把贤治带回了社团，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却依然桀骜不驯的贤治，柴笑感受到了他的不简单。这次是因为柴笑的慷慨解囊，贤治才捡回了一条命，他终于点头答应加入黑道。看中贤治身上的狠劲，柴笑决定认下他做干儿子。在社团里多位元老的见证下，两人正式结为父子。これで家族だな。お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六年后，因为城市的重新开发，北口成为了改造的风口浪尖。北口一南一北，分别是柴笑和加藤的地盘。李警长决定让他们鹬蚌相争。教養界の島だ。黙って手は引かないだろう。南の柴崎組との抗争が。李警长下令，到时将所有参与纷争的人都抓起来，这样就能一举削弱两方的势力。贤治通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成了仅次于柴笑和中村的三号人物。这天晚上，贤治带着大元和细野去黄妈排档吃饭。当年尚在襁褓中的小翼已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看着在嘈杂的环境里写作业的小翼，贤治叮嘱他一定要努力读书。大元故意在一旁对着小翼打趣：大人になったら兄ちゃんたちと家族になるか。天哪，ダメに決まってんでしょ。贤治的电话突然响了。川山正故意带人在北口由他们罩着的夜场里闹事，贤治二话不说就带人赶了过去。狂妄的川山看到贤治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带着大家一起嬉笑贤治被绑架的往事。川山让贤治回去转告柴笑，只要他放弃北口的生意，加藤可以给他两成利润作为补偿。時代遅れの老害親父はこの町取り残されちまうんだ。听着川山对柴笑这般大放厥词，贤治内心的怒火瞬间烧了起来。川山大摇大摆地准备离开，贤治抡起一个啤酒瓶就砸到了他的头上。川山的小弟们立刻冲了过来，贤治轻松地把他们都放倒了。担心贤治这么打下去会闹出人命，大元和细野连忙抱住了他。川山顶着一头血从地上爬了起来。おめえ、うちと戦争す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か分かってんだろうな。风波平息后，夜场老板招呼了几个小姐过来陪他们喝酒。坐在贤治旁边的女人名叫美雪，她看到了贤治手上被啤酒瓶砸破的伤口，细心地帮他清理起来。贤治被美雪的温柔俘虏了。结束后，大元把老板拉到一边，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兄貴の隣に座ってた子。纸条上是贤治家的地址。下班后，美雪按照纸条找了过去，看到美雪，贤治似乎并不意外，
毕竟想爬上他床的女人不在少数。贤治满不在乎地邀请梅雪坐在自己旁边，梅雪坚持要回家，强扭的瓜不甜，贤治深夜里开车将梅雪送了回去。看出了梅雪和自己过往接触的女人们都不同，贤治叫住了她。拿到梅雪的号码之后，贤治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穿山被揍，老大加藤自然要帮他把账算回来。不管怎样，是贤治先动的手。柴孝带着中村赶去赔罪，不管加藤怎么讽刺挖苦，柴孝始终陪着笑脸。加藤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既然柴孝一直不接招，他就不兜圈子了。加藤开口让柴孝撤出北口，柴孝自然是坚定地拒绝了他。木村的血债他还没和加藤算清楚，他竟敢如此狮子大开口。加藤冷笑一声，木村的命他从没放在眼里过。うちの先代やっといて。知道自己给柴孝惹了麻烦，贤治的内心很是烦闷。他鬼使神差地拨通了梅雪的电话，但对方却一直无人接听。贤治干脆直接找去了夜场门口，看到梅雪出来，贤治要求他上车跟自己走。因为上次的教训，梅雪以还要上班为由拒绝了他。贤治不依不饶，开始狂按喇叭闹事。梅雪害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无奈地上了车。贤治问起梅雪为什么要来夜场陪酒，梅雪告诉他自己还是学生，必须要为自己挣学费。いや、老けてる。おります。殺してください。謝って。贤治把梅雪带去了海边，通过聊天，梅雪感觉贤治也不像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开始大着胆子问起贤治为什么选择做黑社会。毕竟在梅雪这样的乖乖女看来，没有谁家好人会走上这条路。贤治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家族だからな。本当の家族は。そんなもいない。私もいない。贤治惊讶地看了梅雪一眼，没再多问什么。这一刻，两个孤寂的灵魂终于靠在一起，相互取暖。贤治感受到了内心感情的升温。在天彻底亮起之前，他把梅雪送了回去。第二天一早，柴孝喊上贤治和大元一起去钓鱼。在车上，柴孝告诉贤治自己昨天和加藤谈崩了。贤治听完很是内疚，柴孝却不以为意。気にすんな、雑魚。それより俺に何かあったら、これからお前たちの時代なんだからな。贤治立马表忠心，强调只要自己在，一定会保护柴孝的周全。只是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就在三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一辆摩托车突然出现在了车窗外，后座的男人对着车里一阵突突，贤治立刻扑倒在柴孝身上。大元结结实实地吃了几个枪子，失去控制的汽车撞到了路边。确认柴孝没事后，一瘸一拐的贤治连忙下车去追，但无奈男人们已经开远了。贤治不甘心地回来，这才发现大元已经没了呼吸。大元的葬礼上，李警长也配着白花出现了。等到葬礼结束之后，李警长把柴孝喊到一边开小灶。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加藤干的，李警长却让柴孝不要自作主张，一切等警方出手。面对如此深仇，柴孝怎么愿意忍气吞声？李警长微微一笑，提醒他如果行动将万劫不复。これからは社会でヤクザを裁くのは世の中全体に排除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柴孝知道就算自己点头，还有一个人不会答应。他喊上中村一起去了医院，受伤的贤治还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的日子里，他满脑子都是为大元复仇。果然一见面，贤治就迫不及待地抓着柴孝说起报仇的事，被柴孝打断。殺に決預けることになった。贤治不理解柴孝为什么做这种决定，有仇不报还是自己以为的黑道吗？柴孝没有理会贤治的坚持，只是叮嘱他好好养病。一夜难眠，贤治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他拖着伤腿找到了正在夜场寻欢的川山，用手枪瞄准了他。谁知中村竟从身后突然窜了出来，一刀终结了川山。贤治奋力推开了中村，嘱咐他好好照顾柴孝和社团，他已经决定独自扛下这口大锅。贤治拿起中村留下的尖刀，又狠狠扎了川山几刀。等到加藤赶来时，贤治已经从后门逃走了。满身是血的贤治找去了梅雪的家，他连忙将虚弱的贤治扶进了家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梅雪猜出一定是出了大事。贤治紧紧地抱住梅雪，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等梅雪再醒来时，贤治已经不见了，桌上放着他留给梅雪的一沓钱。最终在柴孝的默许之下，贤治被李警长铐上手铐带走了。
美雪也从电视上看到了贤智被带走的新闻，贤智被判处了14年监禁。等到2019年，贤智再出狱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村代人等在监狱门口，他的头发也已经花白。一路上，两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社团里早已没了往日的热闹，只剩几个老家伙还在坚守。贤智终于见到了已经走到蹒跚的才孝。親父、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ご苦労さん。看到平安归来的贤智，才孝难掩内心的兴奋。他给了贤智一笔钱，当做这么多年坐牢的补偿。中村帮贤智找了一个就近的住处，还让小弟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携帯くらい自分で買うよ。条例で携帯自体でも今は何かと面倒く。贤智这才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眼前这个世界可能是真的变了。等小弟走后，他第一时间拨通了美雪的电话，但是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当晚，柴孝把组里的人都喊过来，给出狱的贤智庆祝。看着一只手都能数过来的几个人，贤智捧起酒杯一饮而尽。柴孝因为身体不适提前离席了。贤智看出了柴孝的羸弱，追问大家是不是有事瞒着自己。三年前に癌にかかっちまった。问起社团现在的情况，贤智这才得知，因为政府的管控和加藤的打压，年轻人已经全部走光了，曾经的地盘也被瓜分殆尽。而支撑留下来的成员活下去的，就是每晚趁着没人注意来海边非法电鱼。贤智站在岸边看着这一切，心里五味杂陈。失落的贤智去了黄妈排档，看到多年不见的贤智，黄妈兴奋地把他拉进店里。令贤智没想到的是，细野竟在这里吃饭。贤智离开之后，细野就退出了社团。他早已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洗黑成功的他，现在在一家工业废弃品公司打杂。贤智问起他一切是否顺利，细野感慨：虽然刚开始的五年很艰难，但幸好已经熬过去了。5年ルールです。薬剤の人間として扱ってもらうに五年かかるんです。贤智向细野打听起了美雪，细野已经没什么印象了，答应贤智自己会再找别人去问问。吃完饭后，两人喊来黄妈付账。尽管贤智再三坚持要请客，但是细野却根本不理会，硬是把饭钱塞到了黄妈手上后，一个箭步冲到了门口。贤智早已发现了细野的异常，慌忙叫停了他。どうしたんだよ。兄貴と付き合えば、俺だって反社反社って言われちゃうんです。细野像是躲瘟神一般，关上门就快步跑远了。没想到自己一直以来视为家人的兄弟，竟对自己这样。贤智感觉心痛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了世道的变迁。这时有人推门进来，贤智在恍惚中竟好似看到了年轻的自己。男人染着一头金发，全身写满了不羁。来的人是小易，从前那个趴着写作业的小萝卜头已经长大成人了。看到贤智的小易很是惊喜，主动提出带他一起上街转悠。看着他流里流气呼朋唤友的镜头，贤智猜出他已经走上了自己的老路。小易和贤智说起自己的日常。何年か前からヤクザが表立って仕事できなくなって俺たちが代わりに店仕切ってます。贤智似懂非懂的听着，没走几步，他们正好遇到有人在小易管理的夜场闹事。看着小易雷厉风行的搞定了闹事的男人，贤智感慨：小易真是青出于蓝。而在小易心目中，甘心背锅入狱的贤智才是真男人。而反观现在，人们早已将这些义理人情丢到了九霄云外。中村さんの仕事手伝ってんの？兄貴がなんだよ。聞いてないんです。結構汚れ仕事させられ。原来中村已经开始染指面粉。贤智听完震惊不已，他找到中村，提出一起去看看他的面粉生意。既然贤智已经知道了，中村没再遮掩，开车带着贤智感受了一圈。亲眼看到之后，贤智不再压抑内心的愤怒，规矩被毁坏，底线被打破。贤智大声宣泄自己对中村的失望，但是中村自己又何尝想要这样？这どうせよかったんだよ！しまっとられちまうしよ！みんなやめてるしよ！贤智和中村挥拳相向，其实他们不平的哪里是对方，明明是这恼人又挣脱不掉的命运。情绪平复之后，两人终于不再相互指责。中村信誓旦旦地向贤智保证自己不会碰毒，知道他起码还没有甘于堕落，贤智总算是有点安慰。细野打来电话，他打听出了美雪的消息。毕业之后的美雪顺利进入了市政厅工作。第二天，贤智静静地等在美雪下班的路上。美雪惊讶于他的忽然出现，两人再次去了海边。久しぶりに帰ってきたら、何もかも変わってた。美雪将当年贤智留下的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贤智对美雪仍有感情，知道他也没有归宿之后，贤智希望他可以继续跟着自己。美雪却一口拒绝了他，转身准备回家。
贤治追问美雪是什么原因，美雪紧紧盯着他的眼睛。やしなえる。ああ。私と娘。贤治不曾想到，美雪竟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彩儿。当听说彩儿已经14岁时，贤治立刻明白，她就是自己的孩子。但是美雪坚决不承认这件事，毕竟在这个时代，如果被别人知道爸爸是个杀过人的黑道，彩儿这辈子就被毁了。看着美雪离开的背影，贤治呆呆地愣在原地。柴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他把贤治喊去医院。其实柴孝早就知道中村在悄悄地做面粉生意，但因为知道中村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和社团，柴孝不忍心指责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贤治。お前、首抜けろ。お前はまだやり直せる。另一边，功成名就的加藤已经退居二线，安心在家带孙子养老。不过他仍不忘吸纳年轻血液壮大社团，敢冲敢干的小艺吸引了加藤的注意，他把小艺喊到家里，对他发出了邀请。谁知小艺根本不愿接受，说了三两句话就起身要走。加藤还没被人这样拒绝过，顿时有点恼羞成怒。木村の目そっくりだ。父親と同じ目に遭わないといいな。贤治以美雪男朋友的身份开始照顾母女二人的生活，看到母亲因为贤治的出现变得很开心，彩儿也很快接纳了贤治这个新成员，三人一起生活的平静又美好。直到贤治已经脱离了黑道，细野热情地将他介绍到了自己的公司上班。下班后两人一起去面馆吃面，同事小白热情地要给他们拍照。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ほら、就職記念日。一天晚上，李警长去了小艺关照的夜店例行搜查，店长连忙把小艺喊了过来。看着跋扈的小艺，李警长感慨，他真是和父亲木村一样。小艺一直想知道是谁杀了父亲，这么看来李警长一定知道点什么。小艺拿出偷拍的李警长和加藤往来的照片威胁他，李警长不敢再隐瞒，把加藤供了出来。另一边，小白将细野和贤治的照片传到了网上，没想到却引起了好事网民对贤治的起底。当他曾混过黑道并杀过人的过去被扒出来之后，贤治开始了自己的社会性死亡，他和细野都第一时间丢掉了工作。自分が何してか分かってねえのせいでよ、全部終わりだよ。李警长像是胜利者一般出现在了人群里，看着万念俱灰的贤治，他没有一丝同情，反而继续用言语攻击他。贤治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赶尽杀绝。おめえらのやってきたこと考えりゃ、ヤクザの人権なんてな。美雪也因为和贤治交往甚密，成了市政厅开除的对象。他和彩儿暂住的职工宿舍也被强制收回。绝望的美雪孤独地坐在客厅，等到贤治推门进来之后，美雪将满腔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あんたが来るまでは全部順調だった。あ、うそそれ。美雪绝望地跪在地上大哭，央求贤治离开自己的生活。看着心爱的女人因为自己变成这样，贤治心如刀割，拎着行李离开了美雪的家。无处可去的贤治在街上转了一圈，最后决定先去黄妈排档歇歇脚。小艺也在店里，他挣扎了一下，还是告诉了贤治柴孝病危的事。虽然知道不可以，贤治还是决定去见他最后一面。贤治临走前，小艺趁黄妈不注意将他拉到一边。あと俺、親父殺したやつ見つけたんですよ。贤治赶到医院时，大家已经都聚在了柴孝的床边，听着贤治一声声老爹的呼唤自己，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柴孝也忍不住老泪纵横。家族担心你呢。在大家的陪伴下，柴孝最终咽了气。贤治拨通了美雪的电话，意料之中的，他已经被美雪拉黑了。他给美雪母女留言，嘱咐他们好好生活，之后拎着一根棒球棍闯进了大雨里。当小艺找到李警长和加藤时，两人已经是两具没有呼吸的尸体了。小艺知道贤治已经在自己之前来过了，他为他们两人都报了仇。满身是血的贤治来到海边，他呆呆地看着海面，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细野突然冲了过来，一刀扎进了他的身体里。因为被贤治牵连，细野不仅丢了工作，老婆也将孩子带走了。他那么努力才拥有的正常生活，顷刻间化为了乌有。细野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贤治身上。贤治喘着粗气，却将细野抱在了怀里。对于同样失去一切的他来说，这样何尝不是种解脱？救命啊！小艺捧着一束白花来到贤治坠海的岸边，意外碰上了同样来看望贤治的彩儿。彩儿已经知道贤治是自己的父亲，他伸手拦住小艺。ねえ、お父さんってどんな人だったの？
看着彩儿，小易由衷感到了一丝慰藉。两个同样没有父亲陪伴长大的孩子一起站在岸边，身后是平静又沉默的海水。黑道与家族用寡淡却迷人的日式孤独氛围感，讲一部厚重的黑帮家族史。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们被时代抛弃，被迫学会接受现实，才是比表面上的打打杀杀更刺痛人心。男主林野刚的演技将三个年龄的三种心境和情绪都完美表现，凭一己之力演出了整个日本黑帮的挽歌。虽然影片绝大部分时间都弥漫着一层无法言说的伤感与无奈，但最后一幕的海边，当两个年轻人相遇时，又会让人感到无比美好与宽慰。一个时代总会逝去，也总会留下一些传说，那是永远不会随时间消逝的，被称为人的精神。どうこうかき集めてきても、法廷で私は無罪になる。今の司法にね。Hey, Yen Bin!财阀集团董事长丝毫不担心被判刑，因为从政府高官到司法系统全都被他收买，就算被告贪污和贿赂也通通被法庭宣判无罪。嚣张地走出来，就连检察官都对他弯腰鞠躬，连连抱歉，希望没有惹到这位大人物。只有正直的平山检察长坚持要扳倒财阀。あんたの化けの皮は必ず剥いで見せますよ。君に何ができるのかな。财阀的自信不是空穴来风，想用法律手段扳倒他就要有充足的证据。可现在掌握财阀证据的樱田组高层都被清洗殆尽，他们本来在澡堂子里泡得好好的，结果连泡沫都没冲洗干净就断了气。杀手把沾血的刀子在大池里涮了涮，干掉最后一个目标，财阀彻底放了心，在媒体面前宣布，既然现在自己已经被无罪释放，为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自己要去参加市长竞选，而且要带领大家改变贫穷和暴力，让这座破旧的城市变得安居乐业。五条渡る、五条渡る。澡堂里这么多人被干掉，就算知道是黑道间的仇杀，警方也必须按程序进行调查。况且此事背后可不仅仅是黑道仇杀那么简单，知道事情严重，来现场的普通警察都不想参与，总想找各种借口让刑警队负责。而新人刑警小美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看到被砍断手的残肢差点没忍住当场吐出来。要知道在这里做刑警第一条守则就是绝对不允许吐在现场。其实指使杀手干掉樱田组大佬的人共有两个，一个是财阀，另一个是老金，韩国黑帮的二号人物。他瞒着富婆老大，暗中和财阀联手，想在这座城市谋求更大的利益。而平山检察长知道现在财阀势力大，只是告上法庭已经不足以扳倒他，但就这么轻松放过也不是他的性格，所以找到检察官小泉女士，让她担任组长，牵头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君に降りて頼みがある。面倒なことでなければ。特别调查小组的组员从重案主选，分别是大雄、大西和新人小美。之所以不选其他人，不仅是他们能力不错，最重要的是这三人的底子干净，而且和虎哥有同事情谊。虎哥是个传奇人物，也是平山检察官的底气。之前是虎哥也是检察官，而且还是小泉的上司，但在小泉印象里，虎哥做事没轻重，还喜欢用暴力办案。后来虎哥辞去检察官的职务，转行去做警察，虽说干得不错，但是因为涉嫌杀人，现在已经被关在大牢里很长时间。但平山检察长已经看过案子后发现很多疑点，说虎哥杀人，但一没证词，二没目击者，三没监控，只是因为虎哥的后备箱里多了一具尸体，就被人告上法庭说他谋杀，有很大可能是遭到诬陷。所以平山检察长提出条件，自己可以帮虎哥洗刷冤屈，而虎哥就必须要帮自己逮捕财阀。其实虎哥和财阀也算老对手，之前就是因为调查财阀和韩国黑帮暗中勾结，才被人家用这种手段诬陷。这次重新启用虎哥也算是针尖对麦芒，和财阀的恩怨并非虎哥个人恩怨。整件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财阀忽悠当时的市长搞开发区，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是财阀想要在开发区建度假村，然后在度假村开设赌场，甚至想要在竞选市长成功后拉外国人的投资。而他为了达到目的，勾结韩国黑帮，不惜一切代价干掉英田组的大佬们。五条の逮捕だ。横領収賄国家反逆罪要は何だっていいんだ。虽然破案主力是虎哥，但小泉女士还是和虎哥约法三章。毕竟现在的虎哥没有正式恢复原职，只不过是因为情况特殊才被放出来参与办案，所以还是犯人身份的虎哥被禁止携带枪支。虎哥倒没有反驳，可他并不认为义正言辞的小泉女士就有多高尚。在这座城市里，警匪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有时候所谓的对与错不过是身份上的差别罢了，手段不重要，是否为了正义才最重要。而虎哥被指控谋杀的那个人正是韩国黑帮老大富婆的儿子。富婆本来还在询问魔镜谁是世上最美的人，一听到虎哥这位战神回归的消息当即暴怒。ならなぜ奴がこの町にいるんだ。弄死虎哥也没那么容易，当年的虎哥在业内很有名气，跟他共事过的大雄知道，曾经被虎哥带着办案的时候，整个小组都被外界叫做暴力骚扰组，除了不会性骚扰其他什么都敢干，只要能破案手段荤素不忌。可虎哥也确实是个猛人，这一点行内外都知道，一上来就要带着大雄和大西去搞事。因为有消息传来，在监控里发现杀害英田组的大佬的内鬼，一群小弟想找对方去复仇，在小头目的带领下整装待发就要出击，结果被虎哥用一只大喇叭就给拦下来。英田组小弟们被逼到走廊，虎哥上去就是一拳，就算不能用枪都没关系，他只用大喇叭就能收拾这群人，再加上有大雄大西在旁边帮忙，不用十分钟就解决战斗。小头目见状不妙想逃跑，正好碰到上来支援的小美。在连番逼问下，小头目说出自己的怀疑，他有八成把握肯定韩国黑帮的老金是幕后黑手，但他更想知道能够扳倒财阀的证据是否还在虎哥手里。当年知道这些证据的只有富婆儿子和英田组老大，但随着富婆儿子离奇遇害，英田组老大也被砍死后，再也没人知道这些证据去了哪。虎哥本来也没想怎么样，他知道这小头目掌握不了什么重要线索，只想找到那个内鬼的下落，问出内鬼家在哪后就把小头目给放了。结果急匆匆赶到内鬼家时，屋里已经没人了，从现场情况看人绝对是刚走不久。大雄突然看到有人影匆匆逃到楼下开车离开，便一路跟着追了过去，车子开到郊外的工厂，大西拿出无线电想给虎哥汇报情况，但不知为何如此偏僻的地方竟然会有信号干扰，联系不到支援，只能三人硬上。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落入对方的陷阱，内鬼的尸体已经在某条河里被发现。感觉事情不对的虎哥刚想要通知三人停止行动，但他也同时遭到了神秘人的暗杀，还好虎哥老当益壮，瞬间反应过来将其制服。可大雄三人就惨了，长毛只是拿刀剁鱼，并不理会身后的人，看起来他根本就没把几人放心上。之所以不怕，不单单是因为身手好，更是因为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瓮中捉鳖的游戏，十几个拿刀的小混混围过来，任凭是谁都要害怕，这时候用枪已经太晚了。大雄仗着体型优势勉强应付，可小美就惨了，刚刚入行还不知道怎么对付坏人，总是差点就被人家戳中致命部位。长毛更是拿出鲨鱼刀和手握警棍的大西近身肉搏，只是几个试探后，大西就已经落入下风，长毛戏谑看了几眼，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就转身离开。小美见状，不顾大雄的劝阻就追过去，新人太冲动，刚过去就被长毛打昏在地，要不是大雄冲出来相救，小美今天就得殉职。可惜大雄身上被长毛连捅十几刀，最后竟被一刀割喉。等大西进来的时候，大雄已经倒地，长毛跑了。感到事情不妙的虎哥匆匆过来时，大雄已经没有任何救活的可能，只是在大西耳边说了句什么就断了气。小美似乎是从昏迷中恢复，麻溜爬起来看着大雄的尸体失声痛哭，
甚至发疯似的想要逃出事发现场。虎哥强行按住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小美，告诉她，作为刑警，不管刚才发生什么，都必须挺得住，如果做不到，现在就可以打报告退出。虎哥冷酷的模样让大西觉得无情，大雄就惨死在面前，难道一滴眼泪都不会流吗？虎哥心里何尝不难受，可他又能怎样呢？如果哭能哭死犯罪分子的话，大家就别办案了，都抱头痛哭就好了。但大雄的死只是个开始，收到死讯后，平山检察官也准备到医院告别，可惜刚出门就被车撞倒在地，对方看到他还有知觉，甚至倒车再次碾压，彻底断气后，老金才满意的通知裁罚。虎哥现在没办法，他不知道警队里还有谁能相信，大西和小美太年轻，所以只能冒险去找富婆，就算被怀疑杀掉富婆儿子，虎哥还是坦然站在枪口下，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再说他也不怕死。一声枪响后，富婆果然没有杀了虎哥，而是找来心生反意的老金。其实富婆儿子的死就是老金干的，而且事到如今，老金觉得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悄悄埋伏了刀斧手在外面，想干掉富婆，还好有保镖拼死相救，富婆成功逃走，恰好被在外面游荡的樱田组小头目相救。大丈夫ですか？之前之所以没有干掉虎哥，全因为虎哥拿出富婆儿子临死前留下的一封信。其实老金是早就有反心，富婆儿子也发现他有反心，再加上从韩国到日本后和虎哥结缘，就想收集各种证据干掉老金，可惜后来倒是被人家先给弄死了。而且现在事情越来越难办，虎哥他们这个小组能够成立，完全是平山检察官的一手操作，就算有压力都能有人先顶着。现在平山检察官被黑帮干掉，他们这个小组的所有执法权都会被剥夺。不但大雄白死了，小泉女士甚至说虎哥也跑不掉，他毕竟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被放出来参与办案，没有检察官保着他，结局只能是重新回去蹲大狱，而且要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出现的话，甚至还会变成通缉犯被全体警方围捕。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想扳倒财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毕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大佬坐镇，就凭他们几个人能办成什么事？而且财阀还把杀害平山检察长的黑锅甩了出去，随便找了个下属弄死，然后把锅扣在倒霉蛋头上，成功洗脱自己的嫌疑，甚至还当着媒体的面伪装大善人，说开发新区的计划是被黑帮利用，绝对和自己没有关系，为表决心还要放弃竞选市长，以后不再做任何事，就一心一意地服务大家。如此伪善面孔，这让老金突然意识到，财阀这老家伙会不会是想和自己做切割，甩掉自己另谋出路。面对财阀的高调表态，就连记者都表示怀疑。财阀并不想回答，但他在厕所放水时碰到虎哥，双方心知肚明什么罪有什么样的刑法，但财阀也知道以他现在的势力谁也不可能扳倒他，不管手里有多少证据，只要那些政界商界的人脉关系还在，就算再次上法庭都不会被判有罪。今の司法にね、正義なんてもんは存在しないんだよ。虎哥不能否认财阀的说法，但过于自信的财阀主动选择和老金切割，让虎哥发现财阀的大破绽，一个没有黑道势力帮忙做脏事的财阀是很容易被别人扳倒的，而一个没有财阀强大财力支持的黑帮也会很快被人用各种办法攻破。另一边，根据虎哥拿出那封儿子留下的信，富婆找到一个女人，此人是樱田组老大的女儿，也是儿子的女友。樱田组老大被杀后，这个女人就只能靠做些小生意活着，重要的是她身边那个孩子就是富婆的亲孙子，对女人亲手做的紫菜包饭富婆不是太感兴趣，可当看到小朋友的那一刻，终于没能绷住情绪。宝贝大孙子让富婆此刻无比思念自己的儿子，没有哪个陌生人会对一个小孩子有这么深的感情，女人也知道不对，于是拿出 U 盘交给富婆，说是虎哥特意交代的，要是有人来看望的话就把这东西拿出来，
这时女人也明白富婆的身份，若不是孩子她奶奶怎会如此动容。绕了这么一大圈，虎哥也算是用自己的方式洗刷杀人嫌疑，也成功消弭了富婆对自己的敌意。现在的富婆已经明白自己儿子惨死就是老金在背后捣鬼，不过现在的老金就是没牙的老虎，没有财阀当他的靠山，拿什么统领手下小弟，所以当时就打过电话和老金约战，究竟鹿死谁手。与此同时，在虎哥的示意下，小头目把大西和小美带到酒馆。大雄死后，这还是几人第一次正式见面，虎哥摆了几个酒杯算是祭奠因公殉职的大雄，但两人没想到虎哥这是要和他们就此分别，还说剩下的事自己会负责到底，两人都觉得这也太突然了。而且虎哥现在已经是通缉犯的身份，还是再商量商量对策比较好。可虎哥知道时间紧迫，已经没有从长计议的可能，现在就是要趁热打铁，趁老金和财阀切割后关系冷淡的这段时间，亲手干掉那个家伙为大雄报仇。不然等人家反应过来开始布置，就凭自己这几个人那是万万斗不过人家的。没有执法权，到那里就是和对方以命相搏。可大西和小美还是要跟去，小头目都可以拼命去帮英田帮大佬报仇，他们作为刑警当然不能落后，大雄的死必须有个说法。就这样，两个现任刑警，一个是现任通缉犯的前任刑警，再加一个黑帮混混，带着寥寥数人就去挑战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但除了他们，富婆也有暗中相助，并且已经指使保镖把 U 盘送给记者。虎哥带人赶到约战地点，发现已经被数倍于己方的混混们围攻，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就算用枪也不行，又不是冲锋枪，就算开枪又能开几枪，还是一双铁拳最靠谱。虎哥大吼一声冲入敌阵，和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们厮杀在一起。大西和小美则是为了给大雄报仇，一腔怒火全都发泄出来，就算身上受到重击也感觉不到疼。而小头目本就是黑道人士，习惯了这样的争斗，腿上挨一刀也不会影响战斗力。看到老金就在楼上观战，虎哥巴不得现在就冲过去干掉他，可这些小混混让他拖住手脚，好不容易才解决掉一批，转头又冲出来更多，再这么打下去会被耗干体力的。虎哥当即召集大西和小美，从小路先撤退，擒贼先擒王，干掉这些小混混没太大意义，要抓到老金才行。虎哥已经打到楼梯上，可他毕竟是上年纪的人，被小混混们按着暴打，硬撑着一口气才等来支援。大西和小美过来守住楼梯口，虎哥终于能更上一层楼，但长毛显然已经在走廊里久等了，杀手出身的长毛根本不怕虎哥。虎哥这下算是彻底没了脾气，没有手枪就不能远攻，近战又压制不住人家，甚至肚子上还差点挨了一刀，不得已只能使出攻心战术，说像长毛他们这样的人早就被大财阀舍弃，干嘛还那么拼命。趁长毛心神出现混乱，虎哥猛然发动攻击，这时大西和小美也终于杀到楼上。虎哥竟然真的扭头就走，把如此强悍的杀手交给大西和小美负责，终于杀到老金面前。老金看到虎哥竟然能突破重重阻碍到自己前面，当下也不再遮掩，声称自己就是杀了富婆儿子的人。当年富婆的儿子跟在老金身边，暗戳戳拍下不少财阀平日里搞政商勾结的黑料，本来是老金为了自保留下的把柄，但是后来老金发现富婆儿子是想干掉自己，于是反手就把富婆儿子干掉。现在事已至此，老金想忽悠虎哥，说反正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不如联合起来干掉财阀。虎哥因为没有枪，又刚经历连番大战，体力不支，完全不是老金的对手，出手没了刚才的从容，而且还被老金反过手来差点开枪打死，要不是子弹卡壳，虎哥这时候就已经魂归西天了。但也就是这个微小的失误，虎哥找到反击时机，老金习惯了用枪解决问题，突然被虎哥这么连番近身攻击，一时没能适应，只能仗着年轻力壮的优势和虎哥缠斗。而另一边的大西和小美就惨了，本来实力就不强，结果还拖大不肯用枪，非要和人家搞近距离搏斗，结果枪也被踢开，想用的时候够都够不到，
长毛巴不得这两个人永远不用枪，一脚一个全都踢翻在地。不出意外的话，胜负应该是没有悬念了。至于虎哥这边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老金已经反应过来，甚至摸清了虎哥的出招路数，不管他怎么样打总能被老金找到破绽，再打下去虎哥估计要被老金给活活打死。万幸长毛这边先出事，本来长毛是用小美做肉盾用来挡住大西的进攻，两个年轻人像沙包一样被人家打，根本就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屠杀。小美甚至还被一脚踢晕，大西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拖着长毛，用尽最后力气把手枪踢到小美面前。月了，月了，长毛身死倒地，终于能腾出手支援虎哥。虎哥这边已经小宇宙爆发，把老金压倒在地，砂锅大的拳头疯狂捶他脑门。生死关头，虎哥也不再顾及那么多，眼看老金已经把枪捡起来，老金被干掉，可虎哥也被人用枪指着脑袋，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自诩正义的小泉检察官。其实小泉女士从来就不是正面人物，早就在富婆儿子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和财阀暗中勾结，至于后面成为特别小组的组长，那不过是因为平山检察官识人不明，只有虎哥从头到尾没有信任过小泉女士。いつあれを見たの？当年虎哥收到富婆儿子寄来信封的时候已经感觉事情不对，那是一封信和一个 U 盘，里面有所有的资料，而且大雄和平山检察官被杀害后，小泉女士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丝报仇的想法都没有，这根本不像一个正义的检察官该有的情绪。他确实可以这样，但大西和小美已经赶到，而且老金刚才根本就没被打死，虎哥一开始就知道老金穿有防弹背心，接连开枪只不过是为了引小泉现身。なんであなたがここにいるんです？熊本警部補は言ってました、班長の背中だけ見とけ、それが真実だと。而且大雄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大西小心那个女人，警方赶来带走被打趴在地的老金，至于已经被财阀腐蚀的小泉检察官则要被小美戴上手铐押走。在座吗？所以吧，小泉检察官被带走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既然虎哥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好人，为什么还愿意加入特别小组？虎哥明明白白告诉他，自己之所以退出检察官的队伍，就是担心有一天会顶不住诱惑被腐化，他想近距离接触小泉，看看会不会和自己是同一类人。后来那个收到 U 盘的记者把所有事情都曝光出来，财阀和黑手党的关系以及和司法机构的交易全都被民众得知。在他被从家中押出来的那天，无数媒体和百姓都围上来看这个大人物，可突然有杀手暗中出刀，财阀被当场干掉。大西和小美发现不对劲追过去时，杀手已经走远，本来已经没指望追上，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顺着枪声找过去，杀手已经倒在转角处，其实就是富婆派保镖干掉杀手，但这个秘密已经不会被警方得知了。どこに向かいますか？デパート、孫のおもちゃ買いに行かない。恩怨情仇已经告一段落，已经成功升职的大西和小美又到监狱看望虎哥，不过这次不是单纯的看望，上级已经调查清楚虎哥的嫌疑被洗掉，现在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上级还特别提出要求，需要他们再次成立特别小组继续打击罪犯。至于后来虎哥会不会黑化，大西和小美会不会步大雄的后尘，谁也不知道。当初平山检察长用这柄利剑扳倒财阀的时候就没看出来小泉检察官是反派，现在上级又重新组建特别调查小组清扫黑恶，很难说会不会再有人被收买，毕竟这座城市里的财阀可不止一个。罪恶围城整部影片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财阀在厕所里告诉虎哥，不管虎哥搜集了多少证据，法庭上的财阀都不会被判有罪，因为当今的司法体系中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正义，尤其是对于财阀这样的人来说，他可以凭借强大财力掌控局面，任何指向他的不利证据自然有人帮忙清除，就算有正义的检察官敢拦路，下场就是被反复碾压直至断气。